OK， 所以另外一个如果我经常都说明星梦，你都很有勇气，还有很有把握可以得到它吗？这个当歌手。其实到长大了，我就没有想那么多，就纯粹的说我希望我站在台上唱歌，就没有想过说我一定要做明星还是怎么样。你另外一个职业呢？或者我的志愿是什么？我的志愿啊，其实我在还没有比赛之前是安亲班的那个导师。哦OK， 安亲班是什么？安亲班就 daycare 哦，是个老师啦。没有看到这样漂亮的老师哎，所以他们的爸爸妈妈不是说嘿，没有爸爸嘿。开玩笑啦 ，OK。可是为什么你没有想？因为你是喜欢小孩。对，蛮可爱的。哦，所以很快，所以你就很快这种想嫁的人来了，想家吗？想嫁，想嫁。对，想结婚的人会吗？很想拥有自己的小朋友这样子。我很想很早就嫁出去了，但是现在就不得不到家庭温暖的人，其实不会不会，我家庭很温暖，真的。然后就不懂啊，就很想好像当人家的老婆啊，好好照顾一个家庭这样子。但是现在我不会了，好有责任感。为什么现在突然间会转换呢？就想赚钱哦。现在为什么突然间这样 money mind 的？因为我试过很没有钱的时候，很需要钱的时候。真的吗？怎样？就自己很想要买东西。买什么？买多少百千的一个？没有，七百还是没有？就很纯粹是要买一个唱片。哦啊啊！真的，一个 CD， 一个 CD， 刚好我就没有钱了。谁？然后谁的 CD 让你突然间很想买？张韶涵。哦。然后就刚好没有钱了，我又不敢跟爸爸妈妈拿，所以就没有拿，没有拿了就算了，那张唱片就错过了。真的，就打电话988赢啦，下次。好，这样我以后要跟你串通，你让我赢这个唱片。看一下怎样了。不，刚才我们在谈说，K 说很希望可以在某个中学时段呢，就希望可以组成一个家庭嘛，这样子谈恋爱。现在有很想谈恋爱吗 ？K？ 现在啊。还蛮想的、啊、为什么？就觉得有人照顾你这样子、对、okay、会有。可是我听说有个男什么明星男有什么事，我不晓得、有一些人传闻说你有个什么明星男友，有这样一回事吗？没有啊。真的吗？嗯，你现在是没有男朋友的？现在得空谈恋爱呀、现在真的 你谈恋爱你都会有跟你家里人说吗？对，会。听说有人追你对吗？有。是24强里面的人吗？不是，外面的人。对。你拍他，我要拍他。OK， 是一直有什么送花、SMS 啊之类的。送花是没有。SMS 谈天话。谈电话。为什么你不接受？你是考虑这还是怎样？就有在考虑这，但是就还不是时候啊，因为就很忙。真的加入这个比赛就没有时间去。所以你相信说谈恋爱一定要有时间也经营的？我觉得是需要的，因为在这个时候谈恋爱我觉得会忽略掉对方。OK。 可是你现在你这个好处啊，叫他 SMS 啦，他这样快打电话给我 SMS 给我这样子啊。SMS 投选我吗？对呀、对呀、多碰都 OK。 我为你找一个有钱的。你介绍吧。我没有我身边的人都很穷。等你介绍我认识。我身边的人也很穷。好了，你扣你自己呢？谈恋爱，谈恋爱有吗？现在真的是没有时间。你们真觉得谈恋爱真的需要时间吗？可是有时候，当你工作忙的时候，结婚的时候也是可能会工作很忙的时候啊。当歌手也是可能抽不到时间啊，那你就不必谈恋爱了吗？因为其实我觉得工作忙的时候你还可以回家。对，像我们现在的阶段都一直是在宿舍，根本没时间回家，连和家人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这样子，男朋友有人去追你吗？有啦，就是他啦，就是那个，那真的、就是 Bill 啦，不可笑了这样子。Oh, sorry， 是有啦，有，是外面的人，是里面的人，
外面的。你就要讲讲。我有见过。真的？嗯。哦，有帅吗？他的跟我的都有见过，都来同一场入秀。真的？对。都拿着花默默的这样自信，没有，好漂亮哦。可能都在按电话，在 SMS 投选的。所以呢，你就跟他说，哎，那个就是你的，那个就是他这样子。啊，对。OK。我们还认错，就因为大家两个都戴帽子。哦，啊，要这样低调吗？要这样明星吗？他们比我们还红啊。对。所以是明星男友啦。哦，是我。是。不是我，另有其人，就是另有其人，没有，其实是 Alan 了。真的，好了好了，可是你谈为什么你因为时间关系，如果是比赛完毕之后，你就会考虑？嗯，真的，比赛过后，如果你拿冠军的话，如果你们拿冠军的话呢，会怎样？会找到算了吧，我很忙的，你放弃我，还是尝试一下？要再打算呢，真的，现在想不通。现在还想不到拿冠军过后会那个路会怎样走。对，可以呢，心里已经有打算了嘛？你们喜不喜欢那个男生？有好感吗？是有好感。嗯，可以说明。你扣你呢？还不错。两位男生，你们听到了哈？加油啊！拍戏的时候不要忘记我。可是有好感是因为时间关系，所以就放在一边。嗯，对。所以比赛之后你们要抓紧机会了。刚好呢我认识他们两个。啊，你不用骗我们的。听一下他的声音好不好？好。果然很大胆。K， 听一下他有什么话跟你说，或者 K，你听一下这两个人，在他心目中你是一个怎样的人？好，听完。K 在我心目中是最乖，然后是最行的咯。这样，其实他从小都是很乖一下的，我叫他做什么他都 OK 的。嗯。K 最喜欢我是最喜欢听他唱歌。哦。他因为我教他做什么他是 OK 的，我他没有讲什么顶嘴全部都没有。那他有没有男朋友依你所知？没有啊。真的吗？只是有人要追是这样罢了啦，他没有什么啦，因为我讲什么他都听我的。所以你是不赞成他现在拍拖的？其实不是讲赞成不赞成，是他自己喜欢就可以咯。嗯，其实现在他都没有男朋友，只是有人要追这样啊。你知道是谁吗？都不大清楚。因为他每天都是在电话这样聊聊几句这样罢了啦。哦。其实我都没有什么问他，因为他从小都是很乖的，因为他都没好像一个人出门这样都没有。所以你是完全不担心他的？不担心。嗯。因为我在我的心目中小薇是最乖这样哦，因为我家里我有两个女儿，嗯，一个是小薇的姐姐，也是很乖，她晚上不出门的，嗯，尤其是出门是大多数跟我一起这样哦。OK， 双兵这样罢了啊。嗯，这个是郭小薇的妈妈，在她心目中呢，你永远是乖的孩子。有啦，有男朋友追啦，好 ，OK， 安迪放心啦，她讲是好的那个。